资料轻松取用这个角色。那涂嘉明是那个平面术资讯组的那个成员。那先前因为做危机的管理计划，而开始接触 Big Data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他来讲一些比较深入一下，怎么去使用这个资料丰富资料库的一些内容。那我就欢迎他来讲。那个画面好像觉得不是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那个共笔的那个连接，我有把那个 PDF 档的连接放上去。如果你觉得这画面太糊的话，可以去那边再看一下。工商一下，就是我们之前成立了就是 Wiki Data Taiwan 的社群，然后我们跟 OpenStreetMap 每个月会在那个 Mozilla 的那个摩斯公聊有一次月聚，然后有兴趣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去看这个活动的讯息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主题。我们要怎么取用 Wikidata 的资料？那经过 上一场，各位可能知道就是 Wikidata 的资料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要怎么取得这些资料？我把它分成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是完整 dump 整个资料库，就是把整个 Wikidata 全部翻下来。那第二个是给一个 ID， 然后抓这笔 ID 的资料。那第三个是用一种叫做 Sparkle 的 Query Language 下去抓资料。好，那第一个完整的 dump， 完整的 dump 我们可以载到几种不同格式的资料。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 JSON 档 ，JSON 档现在已经是非常就是算是最红的交换格式。然后 RDF 这个可能。大家比较不熟，它是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到。那平常没事的话，是推荐用 JSON 的格式。那 RDF 我之前载过，也不是很好用的感觉，因为它档案很大的状况下不太好 pass。好，那 Wikidata 有多大？整个压缩档下来是36GB， 减压之后是。738GB， 这是我8月5号的载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总共，那应该是6000万吗？对，应该是6000万笔资料。6000万笔的 item 的资料，只要在 1TB 以内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。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个资料呢？那。因为直接从 Wikidata 网站里面不太好找，我的建议是你直接 Google Wikidata 账户，然后你这边会找到一个 database， 然后那这边有个说明文件，就是告诉你哦，你可以在 JSON 档、RDF 档、XML 档、XML 档不建议使用。那这里有个连接。这个是在 Windows 上比较有问题，你如果拿 Zip 那个 7
是有没有去挤压它，就直接砸你。因为它档案有点太大。那就是 Windows 的话，建议是在 GD 比较好使用。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还有 NT 跟 TTL， 这两个是 RDF 相关的格式。那基本上这个档案你是可以直接载。那我的经验是，它你把它放着，它有几率会因为它大概要载4到5个小时，然后有机会在最后一刻炸掉，然后你就要重载，所以不是很好使用。当合下来有点太肥大了，我可以一个一个 ID 的去存取。例如说，我就丢这个 Q79器，然后它就丢给我们里面所有的资料。那存取来，存取单一一个物件，我这边提供三种方法。第一个，直接下载一个 item， 直接输入网址把它下载下来。第二个是 Media Wiki API，Media Wiki 是Wiki 的那个专案的他们软体的名称，那只要是 Wiki 相关的网站，他们其实都有类似的 API。那第三个是 GraphQL， 那如果你熟悉 GraphQL 的话，这个 GraphQL 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更弱一点。好，那第一个是直接下载一个 item，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wikidata.org， 然后中间橘色的这一段。就是中间那一个路径，那在这个之后输入我们要的 ID， 还有副档名，就可以直接载到我们的要的那个 ID。好，那例如说我就这样点进来，那它就会给我一个漂亮的 JSON 档，大概长这样，然后大家乐乐的，我滑到这边都还是那个各个语言的标签啊。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就是把这个副档改掉，例如说改分级，它炸裂了，没有，它是跑很慢的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载到不同格式的档案。那下面有一个比较简短的这个网址，这一个是方便好记，但是它会多一次跳转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programmer 的话，就是建议直接使用上面那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有时候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使用，而不是就是把一个物件这样直接载下来。例如说，我们可能刚滑过去看到200多种，可是我们其实都看不懂，所以我们可能只需要，比如说中文、英文这样就好。那或者是我想要给定一个名称，然后去搜寻到一个 item， 或者是那这个 item 可能被别人恶意修改了，那我只想要抓到某个历史版本，可以，就是使用 Media Wiki 的 API。那包含维基百科在内，你只要后面 /w， 然后 /api.tphp， 你就会连接到他们的 API 的说明网站。说明网站，长这样子，它长得有点长。那，稍微说明一下，基本上，它这边跟你说的是，最重要的参数是这个 action， 就是我们要执行什么动作。例如说，我想要取得一个 item， 编辑一个 item 之类的。那这边有很多的不同的 action， 那我们。对于 Wikidata 来说，重要的只有往下滑，滑到最下面 W1 开头的这些。W1 是 Wikibase 的简称 ，Wikibase 是它底下软体，那很重要哈。那举个例子哦，例如说我想要取得 entities 的资料，就是取得一些 item 的资料。好，那我们点进来，它有一些范例。那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范例，比如说这个
定吗？哇，删掉。好吧，那好，那大概就像这样子，就是我一般说是用 get 的方法把参数传过去。那如果你不知道 get 是什么 ，post 是什么，那就算了，反正你知道它可以在网页上做。那我们可以取用，可以编辑，可以搜寻。搜寻大概是什么概念呢？基本上就是，我们到 Wikidata 网站，右上角的这个搜寻框的功能，基本上就是用刚才说的那个搜寻的 API 来使用。例如说，我就随便搜寻一个 Post Hub， 那下面就会跑出建议哦。那叫 Post Hub 的东西可能有点少，换一个。然后说还愿好了，那它下面就会给一个清单。那这个 API 是我们可以直接免费存取的。那我们直接把它整个载下来，其实资料还是有点肥大，因为它会包含很多我们可能其实没有很想知道的资讯，例如说，谁在什么时候编辑它的。例如说，它的 reference 我可能不是很在意。那 GraphQL 是什么？是 FB 开发出来帮他们的 API 送神用的，就是可以减少你网路传输的量。那如果你熟悉 GraphQL 的话，那比较遗憾一点就是它的功能没有很强大。以 Wikidata，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它是。就是某个人帮 Wikidata 好心写了一个 GraphQL 的 API， 然后他只提供就是你丢一个 ID， 然后查跟这个 ID 相关的资料了，因为他没有太强的一些像我们一般 Query Language 说，我想要找，就是说所有人类的资料出来，他目前没有这个功能。那我们期待如果在场的开发者，就是可以协助我们这块。那 GraphQL 让我们失望了，有点小的失望，好，没有办法做太强的功能。那有没有更强的 query？ 有，那官方有提供了 Sparkle query。那 Sparkle 是什么？这个我们要先讲说 RDF 是什么 ？RDF 是一种，就是你可以想象成是神奇的资料结构。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例如说。这个例子，还愿，它是一个电子游戏。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主词、动词、受词这样子的结构。那然后我们把它编号写出来。那前面那个 wp 冒号是什么？那个表示我们把那个网址缩写了，就是 wd， 它把它定义成它前面网址会有一串东西，然后把它捡起来。那这三个一组。把它叫做一个三元组，或是一个 triple。那 RDF 的资料基本上就是把很多这种东西拿出来，应该是把所有的资料用这种三元组的方式来呈现。那就跟 JSON 这种比较有点结构化、草状的东西不太一样，它就非常扁平，就是一堆这样子三元组叠下去。那这不代表它不能做草状结构，只是。它的逻辑上比较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视觉化成这样子，就是这种两个物件是两个点，然后中间用一条 property 这样子戳过去，就是说还原开发者视图这样戳过去，然后就这样连来连去，连来连去，然后你就好像有这样子一张连来连去的图。那 Sparkle 在做的事情，大概就是。找出这张图里面特定的结构，例如说我现在在这张图上，我想要找说，跟视图相关的东西有什么？例如说，我想要知道视图开发了什么东西，那我先找开发者的 property。那，我知道，还愿它的开发者是视图，那我会不会把这个还愿这一个地方，我把它打一个问号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变数？那
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开发者指向释出的东西。那好，那我们到他的 query service 这个网页来实际操作一下，看看这样它是怎么用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抓它的范例来用，例如说，好，这个，好，那它这个范例做了什么呢？它是找出所有在 Wikidata 上面收入的猫咪。那它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？我们一行一行来看，select where。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常见的 SQL 类型的语法会用到的东西。好，那就是说，select 我们想要知道，我们想要抓出某些 item， 还有它的 item label。那这个名称是，这是变数名称，就是问号开头的是变数，然后后面那个名称是我们自己命名的。那这东西后面 where 是 where 的里面是条件，条件里面说的就是。我们希望抓出什么样的结构？好，譬如说，它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三连珠的东西，我把它分开。它结构是这样子，就是，它一样是一个三连珠。比如说，我们想要抓出，某些 item， 它透过 P 3 1这个东西 ，P 3 1是性质。那它 P 3 1的值有加猫，那也就是说，所有它的性质是加猫的东西都会被我们抓出来。那下面这行不好说，大家都很吵的。基本上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捞出了 item 这个东西。那 item 这个东西，我们希望知道的不只是它的。QID 就是 Q 多少多少，这样看不出来的是，我希望抓出一个它的 label， 就是它标签的名称。那就在select 的地方多写一个这个 item， 后面加上 label 这个词，然后在这里输入这行，它就会帮我们转成那个 item 的 label。我知道我这样讲完应该还是非常抽象，因为这个东西我目前想到什么好好的方法来解释它，所以接下来我倾向于使用就是更多的范例让大家知道它可以做什么，然后我相信有就是程式能力的人就是可能自己回去可以摸得出来。例如说这边有一个范例是这样。他抓住所有的猫，还有他的图片。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堆猫，很多很多的猫。听说我是他们的全称。那好，那这边有问题是说，好，我们现在这样子查完之后，好，我们看到了一堆这个东西，这边图片，一堆资料，我们要怎么把它存下来？这边有个下载，不晓得这里有个下载。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要的编格式，比如说 JSON、CSV 之类的。那如果是各位是 programmer 的话，这边有一个代码点进来，它有各种方法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资料。例如说，这个是 JavaScript 的范例。他就教你怎么在 JavaScript 里面抓到这笔资料。范例，看它可以做什么。例如说。
说这边有个重点范例是找出 Wikidata 里面收入的所有医院的位置。就听到什么法国、法国这样，看台湾到底。哦，好，好，你好。这上面每一个红点就是一间医院。例如说我们。台湾目前，我们台湾医院绝对不止就是这些而已嘛。各位知道，就是台湾其实大大小小医院很多。那为什么这张 map 上面只有这些点？是因为我们要出这些点，在 Wikidata 里面必须要帮那个医院新增它的坐标，也就是它的经纬度。那才有办法在这里把它标出来。那可以看到，就是像日本标了一堆点名的大楼，然后我们刚说话，感觉讲欧洲，欧洲，欧洲就做得非常勤劳。
去了美术的时候的画作的资料的时候，我就抓下来。因为 Sparkle 应该是机器在用，大家不是人在用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那这个查询，你要现在用是实际用在美术的那个训练之中，那是怎么用？实际上现在，就我们一直在找新用，那现在还没有很多。反而是很受到 Wikidata 的启发，把我们资料理解的很好。所以你们想用 Wikidata 的收益或是呈现吗？现在目前是你自己建制的。因为我们其实等于是仿照 Wikidata 的方式在做，然后变成是我们很好跟 Wikidata 之间去转换，也很好的其他各种。所以说仿造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有建那个结构图，然后不一定要有什么做交换资料的。是其实我们有一些在想，例如说刚不是有看到那个地图，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，就是例如说我们想要做三峡地区的那个导览，那我们可能可以抓说 Wikidata 上面的这些评价，然后再搭配可能可以是维基导游之类的，或者是维基百科提供你现在附近的这些点资讯。那因为 Wikidata 还有连接很多资料，比如说OpenStreetMap 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 OpenStreetMap，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资料整理出关于这个景点的相关资讯。那事实上也有人在做，就是透过 Wikidata 的资料自动产生一份摘录，就是描述这个东西的一份，就是可能短短十行的内容这样子。这是有人做的，但是目前的效果还没有很好，就是应用还不是很足够。
间轴，然后它这个应该是人造卫星之类的。不是很确定他怎么操作这个实验。那这个市场，他用时间轴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。可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query 下来。我们先放大一点。可以稍微说明一下，就是像他这种，他这边有威尔的这边有四行的指令，那四行就是除了第三行这个，我先把它不是，第四行我们先像这样我们先不看的话，前面两行就是我们要抓的结构，就是它的 pattern， 那。我们有两个条件要符合，第一个是这个 item 它的性质是一个这个空间探测器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它类似人造卫星之类的东西。然后第二个是它这个 item 它的发射时间，我希望把它抓出来，然后放到这个电池里面。然后第三个是想要抓它的图片，可是没有图片就算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包在 optional 的这个区块里面。那就是 item 一样，它的 P D 把它的图片，然后放在 image 这个边区。社团还是 Telegram 群里面发问求救，说我想要某个功能，有人可以帮我
讲出超头痛，所以这个超头痛这个痛是很正常的，就是你需要的人就是一个社群里面愿意帮你，或者是你需要一个朋友这样。那我们也就是我们还在思考，就是怎么把这个流程简化。那事实上它是有一些工具的，比如说，它旁边这个金汤号这边打开，它有一个，这个算是类似下拉式选单的东西可以用，但是因为它还是蛮抽象的，就是什么叫过滤器，什么叫显示，这个东西我到现在还没看过。所以我目前是我个人是直接打 struggle 过的，但是是有一些这种东西可以是使用的。然后最后说一下，就是 Wikipedia 的社群有一些，就是由社群的，就是大家帮忙开发的工具。那这些工具，找。搜寻 Wikidata Tools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，它有很多个分类。那例如说这边有，写把资料视觉化的工具，或者是Query Data 的工具。那我们以 Query Data 的工具这边来说的话，我记得有一个。